就是那当了三对黄女士，黄杨回就讲了，肯定能再来恶另外挂个黄女士。天气落好，头一淡淡，日出就大大，淡对大，淡字做哪些呢？就是三点水加个淡五个淡，这个字就是淡字。日大呢是火字半加个多字。老当运动个老囝，这个读字强作，这个方方，不会读字，读字过拗，强对拗，强字是强字顶下个六字。后日呢是三点水加个枯字，后生人食硬个物件有病，老人就只能食硬个物件，硬对硬，这个硬字呢就是黄体个胃字加个来字啊。做生意基情非常重要，顶出顶抓拢无咪好啊。在对抓，在日呢是多字半加个正字，日抓是鼻息半加个促字。那今日就学了字四对黄意思，担个担，强个拗。硬个硬，在个在。